上 PPT 盲词。最近我老被老板惦记，这不，他要求我在3分钟之内找出年龄在23到25岁员工，还有找出名字中带云的。你说向天哥大几百号员工啊，一个个找多费劲，幸亏我会 Excel， 看我一下子就做出来。好了，我们要筛选出这个表格中年龄23岁到25岁之间的人群。我们在开始选项卡下面找到了排序和筛选，已经筛选在年龄这里下拉23岁到25岁，这是一个范围，所以我们在数字筛选这里，也就是介于23大于或者等于23小于或者等于25，点击确定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年龄23岁到25岁之间的人都被给我们筛选出来了。接下去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给它恢复原样。我想筛选出姓名中带云的那个人，不管他是姓云还是中间那个字是云，还是名字最后一个字是云，只要它包含了云这个字就可以了。我们点击开来，在文本筛选这里，只要包含云的，包含输入云，点击确定，你就可以看到啊，毕云涛、李云龙两个人都被我们给筛选出来了。做模板啦，开开就是成城市，关注微信职场去学，回复你的答案即可领取小编私房的 PPT 或表格模板，每期模板都